不想让你们看到他们老去的样子，他们都已经芳华已逝，面目全非。领了军装一定要照张相寄回去，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你当兵了。你到了部队上，没有人敢欺负解放军吧？你老坑着我干嘛呀？我让你听你吹起床号。礼拜天你们宿舍的人一般都去哪儿？我哪儿都不去。林冰冰去哪儿你自己问她去吧。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等你，我喜欢你。诸位，你们不害臊了？我替你们害臊。刘波到。出去。是。我需要我们奉献的时刻到了。我们那时候这一分钟让出发就出发了。打仗前刘峰给我来信说他也上前线了。刘峰，明天走的时候叫我，我送你。你们怎么都要走啊？我配不上他，他是最好最好的人。我一定要带他们回去。他也在前线。